而且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他们那边有卖蛇肉汤。啥？哎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说你有来过这边？我没有跟你说过吗？没有哎。这边很美耶。真的，而且这里是不是靠近一个夜市？对啊，我上次跟我的男朋友来这边度过情人节。哎，有男女友真幸福。那你去找吧。我先不要哎。我不兴趣。那你晚餐要吃什么呢？去夜市看看吧。那你平常来夜市吃什么？我平常会吃鸟蛋。哎，我也是哎，这里的鸟蛋蛮好吃。真的哎。那你呢？你平常会吃什么？我其实不挑哎，我什么都可以吃。那你在台湾最爱去哪一家夜市呢？啊，我们喜欢去饶河夜市。我先猜是因为离你的住处比较近，是不是？对啦。我就知道。我呢，应该中立夜市吧。听说在那边有卖道地的马来西亚粿条，对吗？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你吃完一口会上瘾的那种感觉，是吗？而且在网络上，我看到有人写说一份才50，真的超级便宜，而且我觉得桃园的东西会比较便宜一点点。那我们早一天去吧。行啊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他们那边有卖蛇肉汤？啥？听说是甜的。哎呀，我先不要好了。太可怕了，是不是？蛇哎，你不怕吗？我吗？我还好哎，我比较怕蟑螂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们在摊位的面前会放两个笼子，然后它里面真的是真正的蛇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好了。我突然想吃地瓜球哎！哦，听说饶河夜市的地瓜球好特别哦。怎么说？就好吃啦。那走吧。走去哪里？去夜市啦。好啦，走走走。来，这个先给你。好啊。这里的地瓜球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特别脆，而且它的皮很厚很嫩。真的哎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如果上面多淋一点炼乳，更好吃，一定是美味。懂吃。那你有想要喝饮料吗？你要喝什么呢？我想要喝清爽一点。哎，好久没有喝木瓜牛奶嘞。木瓜牛奶，真的很久哎。我最后喝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吧。我当初觉得木瓜加牛奶就是很奇怪的组合。真的，你是不是怕不好喝？结果真的好喝哎。那要看这边附近有没有卖吗？可以啊，那走吧。这个味道真的哎，这里的木瓜牛奶不会太甜哎。对耶，而且我觉得甜度很刚刚好，不会太甜。其实我有一点排斥木瓜的味道，可是喝了牛奶就还好。真的，总之我觉得之后来夜市就不能一个人逛。为什么？就是怕嘴馋啊。我看了一堆美食，我觉得要有人陪我一起吃啊。懂。这样就是不会太饱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虽然夜市买的东西很便宜，不过你买太多，一样贵。真的哎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我有一天我在某个夜市，我花了300，好夸张哎！你一个人吗？
对啊，我一个人吃，我觉得我的食量太可怕了。哇塞！